这间庙宇呢，则是出现了神秘数字云林四湖一座西天寺被民众发现。这庙外的梁柱上竟然显着善恶分明38765551，引发网友的议论。有人说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神秘号码呢？实在是有够好奇。还有人笑说这是 WiFi 密码吗？为了帮大家解惑呢，我们的记者实地前往寻找答案。云林四湖这一座西天寺门外梁柱上竟然出现神秘数字，写着“天下世界末节，善恶分明，38765551”。这数字到底什么意思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下面意思你敢知？我唔知呢。连路过民众都看得不飒飒。有人说这是什么神秘号码呢？真的太好奇。还有人笑说这是 WiFi 密码吗？走马看花的意思，所以很少人来问这个。科学，我们讲这个好像有点浮夸。那这个我们也一直在等，它这个是有一个时间在。所谓的天机啦。原来数字跟 WiFi 没关系，庙方出面澄清说这是天机啦。这个逆流做一劫，将天盘的38000年，得到他弥勒佛法的人有76代，地球会有一个变动，就会剩下5大部洲，这一些人会归一个人来管。庙方把宗教含义写成数字刻在梁柱上，或许每个人对数字密码体会不同，但不管如何，都已经引发民众热议。谢谢方中诚与您报道。